说人会跟你讲哦，鞋子哦，它只是那个烂个在摆烂个在，没有用的，这些不强啊，那是别家人的鞋子啊，但是我们 Sense 独创十年，我们做十年了，都是专做鞋子。那我证明给你看，我们鞋子很有性能，怎样证明了？大家有看到这片板哦？这片板呢，它是重达五个公斤啊，重达五个公斤，实心的，然后我们开有几个洞 ，OK， 一个五公斤的板，然后它会把它系到稳稳，大家不要眨眼啊。对，给多点爱心哦！你看我那么力气，花掉力气哦，表演给大家看了。OK， 你看到吗？这个是系到整个五公斤的板都系住，不会跌下来。OK， 所以我们会分为三种哦，在这个市场上我们看到就是有用热冷洗的，然后用水洗的，然后再用热水洗就 heat pressing。OK， 我们把油杯拆下来过后呢，我们放上这个水杯，我们也是一起来的。OK， 一起来的。So， 这边你装干净的水在左边，然后右边是空的，记得这边有个吸管的这个你装水。OK， 我装好了过后呢，很简单，记得最左边这个板凳呢就是 auto cleaning 用的，就是我们所谓的一键。OK， 我 hold 住它大概两秒，你 touch 一下。OK， 当这个玻璃的往里面伸的时候，你可以放手，它就会自己做工，洗里面内槽那个风扇。OK， 你会慢慢看到呢，它那个水呢，它会从这里吸进去。你看到吗？它现在是慢慢把这边的水抽上去了，然后下来这个水是什么颜色？什么颜色？哇，对，看到吗？什么颜色？两种颜色不一样了，看到吗？看到那个颜色吗？有的话来给赞啊，还是爱心啊？看什么颜色吗？是黑色，黑巧克力色，非常的简单，这个就是用水洗的 process， 只是需要6分钟。